刚刚廷浩带我们看到是在房市的一个部分了。不过我们说到在台股的部分呢，在最近大家也在质疑说这个成交量怎么始终都是这么低迷呢？以今天来讲的话呢，还是不到3000亿的情况了。在今天盘中，我们请教永年哥，震荡翻黑了，最后还下跌了142点。通常我们在股市都说量先价行哦，这个成交量一直没有出来，我们要等到它什么时间点才有机会呢？可以带量上攻一下。OK， 这个真的很麻烦哈、那为什么我们先探讨一下为什么这一次没有量？对，那没有量最主要原因呢，是因为它在这个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之内呢，它反弹了2605点哈、那大家觉得说哇，已经反弹幅度这么高了，然后呢又碰到这个季线的压力，对不对？它季线压力呢，已经到今天已经第13天了，都没有办法冲过去，所以大家就觉得说哇，后面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、这个大盘会不会冲不上去，然后要反转向下，都会很担心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是没有量的一个最主要原因。那没有量呢，大家都知道，那没有量你要怎么去冲过这些压力， 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现在呢的情况是这个样子哈。那因为从今天凌晨开始呢，美国要公布一连串的经济数据，一直到9月18号这个联准会做这个利率决策之前，一连串的会议，像今天晚上呢就要公布这个制造业的这个采购经理人指数，那礼拜五要公布的非农的失业率，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，好，最重要，因为前面两次公布，哇，这个天翻地覆啊，那所以呢，这会出现这种剧烈的震荡了，美国股市跟台湾股市都会出现剧烈震荡。那剧烈震荡出现的话，成交量就会出来，成交量就会拉起来，对，就会出来了。那我们当然希望它是出现一个供给量啊，不要出现起跌量。那供给量呢，其实要求要多少？要5000亿。可以现在来讲的话，要不到3000亿耶。对啊，要就是好做梦比较快，感觉有一点难度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有时候做梦比较快嘛。那所以我们给它一个最低要求量是3850亿啦。那如果能够站上季线的话，那第一个成交量就渴望回温了，要先收复季线，对，让大家的信心就回来了嘛。那第二个呢，5日线、10日跟月线呢，会形成个多头排列。那这样子一来，这量跟价方面都对多头会比较有利了。可是万一跌破月线的话，那就比较麻烦了。那它有可能会再来测试19662这个底部啊。好，那另外呢，我们看这个礼拜周线如果收红的话，大家注意哦，9月中恐怕会见到一个高点啊。那短线的高点，那这个礼拜呢，如果周线收黑的话，那反过来讲，9月中有机会见到一个波段的低点。所以这个礼拜如果周线是收黑的，反而是比较有利于后续的走势。对，没有错哈。那至于说呢，到底有没有机会呢突破这个季线哈？那我们看一下，其实过去有发生过很类似的一个案件哈，就是呢，在这个新冠肺炎爆发之后，2020年3月的时候，不是跌到8563点吗？那之后呢，他用了28天的时间呢，冲上了11000点，哦，来挑战这个半年线，这条是半年线哈，他来挑战了半年线。那么这个可是也是跟现在一样，半年线屡攻不过，一共呢盘整了22天，哇，在这边盘好久，对，盘整了一整个月哈，而且呢，当时的成交量呢，大概日均量大概也只有1700亿而已，跟现在的情况很类似哦，对，因为盘到大家都没信心了，你知道吗？哈，那然后呢？更重要的是，外资在那22天里面呢，它一共卖超了1517亿。那你知道，我们台湾股市呢，现在在过去的，包括今天在内，过去9个交易日呢，外资一共卖超850亿，是不是差不多？对。哦，然后呢，又没有量，然后这个外资也在卖超，把大家吓得半死，就走势很像，既没有量，而且也一直盘，然后外资又一直卖，对，都很像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等到有一天它突然冲过去了。他突然站上了这个半年线了，对。那之后呢，他的成交量日均量哦，立刻提高到2200亿。哦，所以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价先量行。对。所以我们现在台湾的股市呢，你要如果要把这个人气召唤回来，把成交量要召唤回来的话，那么就要走这条路，就价先量行。不是量先价行，对，跟一般的指数要先突破。对，指数突破，那么这个投资人才会再回来。当然除了经济数据很重要，明天还有一个重头戏，也是大家呢是寄予厚望的，就是半导体展。没有错，其实在今天其实有部分的个股都已经先点火了，有些设备股，是没有错哈。因为呢，其实这一次的半导体展呢，最重要的就是呢台积电了，对不对？因为这次他们有个论坛，在台积电啊、日月光啊，还有三星以及这个 Intel 那四大巨头要一起来讨论哈。那么当然，
这个半导体产能，那对于我们的这个台积电来讲的话，当然是会有非常大的帮助。所以呢，大家现在就会想，尤其是在最近呢，大家看它台积电除了在台湾不断的扩厂之外，还有另外在日本。日本也跑来要求啊，拜托了，再盖个第三厂好不好？那德国也是一样，对不对？德国说啊，我们这个要持续发展，然后呢，要发展要建设到2030年之类的哈。那所以呢，对于这个台积电的这一些的这个设备供应链来讲的话，那当然都是属于一个利多哈。那像我们看一下这个大家比较知道耳熟能详的这些供应链呢，包括中沙、智胜啊、宏硕、金材啊这些供应链，其实他们今年上半年的 EPS 的表现呢，其实成长率都非常的高。对，哦，到了七月份呢，营收还是在持续成长之中哈，所以呢，这个基本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那我们看一下技术面哈，以3374的晶材来讲的话呢，它是专门供应这个晶圆级的封装哈，那台积电是它最大的客户，所以它是标准的台积电概念股，占它营收比重有七成以上，对啊，占七成啊，对不对哈 ？OK， 好。那么，所以这档股票你可以看，它现在呢虽然是位居在这个位置是位阶比较高了哈，可是呢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它400张以上的大户呢，就是这些大户一直在增加持股，对，一直在增加持股。那当然在短线上呢，它有做拉回，可是呢，它的成交量你可以看到一拉回，成交量立刻缩掉哈。所以这档股票呢，我觉得它只要能够守住月线的话，那么它还是有机会再度的这个反弹的啊。那另外呢，就是一个嘉登。嘉登呢，我们也可以看它的位阶也相对比较高一些。那同样的，那么在技术面上来讲，它只要能够守住这个月线的话，它还是有反攻的机会。而且呢，你可以看哦，外资从四月份开始呢，连续买了，现在到八月是连续买了4个月。哇！那么一共买超大概差不多有15000张左右，在400张大户也是持续增加持股哈。所以这档股票，我觉得它不管在基本面上，还有在技术面上来讲的话，都对多头比较有利的。